操盘战将。大家来收看操盘战将。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以前庾澄庆有一首歌，你快乐吗？嗯，我很快乐啊，我超级快乐啊，我爽到不行啊。打电话进来拿的人，你知道打电话进来拿的人，他们说，他们这应该说这半年这一年还没有买过那种会跳空涨停板的股票，他们没有这种经验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没有这种经验啊，没有说，哎，一开盘直接跳空涨停，而且今天大盘跌199点，哦，他们没有这种 feel， 没有以前没有这种感觉，因为看到我的节目，刘老师的节目，因为有打电话来拿我的股票。我待会再聊神盾，各位啊，跳空涨停板，小心跟神盾一样，突然跳空涨停板。首先，我要来聊昨天我忘了带手机，结果今天这两只股票真的很给清俊面子。当大盘跌了199点的时候，我昨天跟各位讲的那两只股票，一只叫做6243的迅捷，另外一只叫做6684的安格，都是涨，而且迅捷还拉到涨停板87.2。1月10号的时候，1月10号，我那天狂喝嘛，喝8054安国涨停板哦，然后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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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到哦神盾，还有神恭喜神盾今天也大涨哦，然后呢，我后面谈到神盾集团的股票后面会更飙。神盾集团的股票后面会更飙。今天6695的新鼎99.5，再创波段新高。然后我报名牌了，我报牌了，我给在 LINE 群组里面有小苗加 LINE 的，你有加入我的 LINE 的观众朋友们，我。在里面我报名牌，我报名牌给你，注意6243迅捷跟6684的安格要特别注意了，随时会准备爆发喷出，如果涨停板的话，切记你要忍住，因为我会在电视上助攻的。1月10号，昨天涨停板，我叫他们，我叫赖群组里面的人，我说要忍住，因为我会在电视上助攻。老师，那你在电视上助攻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？答案，对，这就是我在电视上助攻的效果。要不要加赖看你自己啦，性差率随便你，你去加别人的赖，结果呢？我跟你讲啊，我后面几天呢、啊，我还要再讲一些哦，或是报一些很厉害的股票，要给各位，给你们做分享，免费的，不用钱。哦，一毛不取，
哦，我要免费的，我要在我的 LINE 群组里面，我要告诉大家接下来某些股票即将会发生的大事，在那里面不敢讲的啊，更正，在电视上不敢讲的，我要在 LINE 里面，我要在 LINE 里面，我要畅所欲言，我要把我知道的第一手。我要在 LINE 里面跟各位说，注意我的 LINE， 随时只要时机来了，对，报名白合理啊，要不要加入看你自己啊，我不明，就这种是不能勉强的嘛，我总不能对强迫你加入嘛，看你自己要不要赚嘛，你要不要赚嘛，对不对？1月10号那天礼拜三的时候，周三，上个礼拜三，我在那里讲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6243的迅捷要喷了哦，随时要喷出了哦。结果他后来休息两天，然后LINE里面的群主就说：“老师哪有？没有啊！哎，这两天是给你买的啊。1月11要8000张，1月12号7000张。哎，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一张都没有哦，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一张都没有，骗笑，怎么会没有？怎么可能？”好歹买一张吧，赖群组的朋友们。然后呢，然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见证涨停板的时刻，87.2，我公开的价位，来导播 check out， 那只股票涨停板。67块到今天87块，刚好涨了20块。我那时候跟各位讲，来验证公开涨停，你会很有感。老师，67块，我当天看到你开牌67块，啊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这一支啊，不是就可以结束的，连续涨停板。这一支，这支啊，不是两个、三个就可以结束的。不是两个、三个就可以结束的。拍谁啊？我又对了。我又说对了。你来拿的，我又讲对了。验证，我跟你讲，这一支。小心跟神盾一样，突然跳空涨停板。好了，不要炫耀了。哎，怎么会不能炫耀？哎，连续两根涨停板的，连续涨停板。哎，今天大盘是跌199点呢，跌199点呢，60%。当然你会说，老师啊，你不是说选后会涨啊，为什么今天跌199点？很简单，因为昨天的上影线我大概就知道了外资想干嘛的。昨天外资在台子期的净空单21000多口，我刚刚看了，他又回补了4000多口。明天台子期结算，很简单，压低结算。今天很多股票都是外资的杰作，包含了他，你就说啊，是那个什么胡塞也门组织那边呢、啊，中东那边又有问题啦 ，ECFA 好像大陆要断掉啦，对我们塑化类股造成冲击啊，这些理由都成立。但是我们现在操作的股票重心在哪里？台湾未来的希望在哪个类股身上？我问你，我现在问你嘛。你觉得你要去存塑化类股，还是要存电子股、存半导体类股、存 IP 股、存 AI 股？你要选哪一个？你要选哪一个？各位，换个角度想好了。今天大盘跌199，跌了快200。OK， 好。根据过往7届大选那个总统大选的经验，
选后二十日涨率达100%嘛？啊，这是人家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人家经过统计嘛，每次统计都这样啊。好，那今天拉回来，各位注意，如果选后二十天，未来还有大概18-19个交易日嘛，未来是涨的话呢？如果它是先下后上呢？先下后上嘛，那你在这边你要做什么事？在这边，明天台指期结算，所以外资很贼啦，就敢跳哎，压全指股，要赚期货空单。我跟你讲，他也许想赚期货空单，但是呢，根据上次他在那边布空单，应该没有赚到什么啦，有赚也许是小赚，他不能赔嘛，你总不能叫他买现货嘛。其那个现货拉上去，然后他期指空单怎么办？不是赔钱吗？所以他压下来很正常合理。昨天美国股市休市一天嘛，休市一天他用这一招 OK 了，这就是筹码的力量，没办法，外资说了算，外资拥有的筹码比较多嘛，他都是打全指股啊，那他都压回来 OK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这是事实的话。跟着这就是事实。那第八届，这次的总统大选，如果也跟过去的统计是一样的话，那拉回来，那在这边你呢可不可以买？可不可以买？因为未来如果要往上的话，选后上涨几率100%嘛，那一定会超过这边嘛。那未来如果挖回，各位在这边注意，这就是你的机会了。我们相信科学统计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再拉回来的话，注意，那是你的机会，也是我们的机会。我会去买股票的，为什么？现在热钱已经进来了，很多资金都在归队，那只是外资在台指期的一个决算的问题。各位，今天外资台指期，我刚看了一下数据，它又回补了4000多口。他回补了4000多口的一个空单，所以明天再压有限啊，所以明天很可能就是买点，明天呢、啊、很可能就是买点，注意我刚刚所讲的话，明天你要留意了。好，买什么？我知道今天跌了199，很多人开始在担心了，不用担心啦，两岸是不是？我昨天不是跟你讲了吗？啊、昨天拜登不是讲过了，拜登讲这句话啊，所以这两年不会啦，没啦，不要担心哦。大户回头押宝，大户买什么？你说咧，大户买什么？大户啊，大户回头押宝买什么？买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买我的股票，买我的股票，他就是要来买我的股票，所以我看好。我跟你讲啊，未来我们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走，往这个方向去走，哦，往这个方向去走，慢慢来，按部就班，不用大涨特涨，不需要，缓步上攻就好了，时间拉长，这会给很多股票有一个非常大的发挥空间。所以今天拉回来，注意。当然你们说，老师你都讲涨的，你怎么不讲跌的呢？你的股票今天又跌呢？对不对？因为今天有在那里面问我嘛。哎，老师跌下来跌停板呢？你看，跌停板了，哈哈哈哈！刘老师，你的股票跌停板。哦，收到了，我知道了，嗯。然后呢？啊，然后呢？我知道你想问。问以下的问题，但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。应该是说，我不想在电视上回答你的问题。你可以在那里面问，我可以在那里面说，但我不想在电视上讲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人在看，有人在看。股票哦，哪有像你所想的这么简单？天天涨哦，哪有像你想的那么简单？各位啊，尔虞我诈，攻心计啊，有时候要使用一些手法啦。啊，我讲到这就好了，其他的我不多说，因为我要跟各位聊这一支神盾第二。各位，
讲到他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讲这支股票的时候啊，各位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？我是1月4号的时候，我请大家来电体验，我侧标写体验，就跟我今天这边一样，请你们来体验啊，你们都不来。应该说很多人没有来，有人有来，但很多人还是没来，所以我觉得很可惜。我侧标都写在这边给你看了，各位啊，跳空哎、欸，跳空哎、欸，老师。神盾要整并，要并购一家 IP 公司。老师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要问我这个，好不好？哇，并47亿，砸47亿，要并前瞻科技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1月4号，我请你来拿。1月4号，我请你来拿。1月5号，米西啊，秋哥，这是股票。涨停板。1月4号给你，请你来电体验。我1月5号，各位啊，在哪里？我在这边，1月5号我就开了，我1月4号给你哦，我1月5号就开了哦。昨天打电话，今天赚涨停，结果1月8号开高走低，两根黑黑棒，你知道人家怎么讲吗？人家说：“哦，刘老师，你是在帮人家出货，我帮人家出货，我出你个。”这叫出货？你会不会看 K 线啊？那个量也比前一天增加才多少而已，这叫出货？然后隔天又开一个小高杀低，这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老师，这个该不会跟这个一样吧？哈，你不要问我这个啦，哦，反正啊，反正我上面写什么，各位啊，我知道今天也许有人会去讲神盾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讲神盾。我是5号，1月5号我就开，而且我把范围都告诉你 ，AI 大户的 AI 标股 AI。新闻我也找出来 ，AI 的股票，我1月4号送给你，1月4号侧标来电体验涨停板，各位，今天我的侧标也是来电体验涨停板，也许这支股票我公开的时候，你应该会在家里很快乐，你应该会在家里很开心。因为你又享受了涨停板的乐趣，我也许啦 ，maybe， 你会有这种感觉，你会有这种 feel。让你体验涨停板的乐趣。1月5号我开牌在这边，然后人家说老师，你说体验涨停板没有啊？隔天两天都没有，我体验不到啊。你又不是在这里买，你也不是在这里买啊。好 ，OK， 你没体验到是不是？你没有体验到是不是？那今天呢？今天呢？今天呢？喂，跳空直接亮灯锁涨停，来，我把它框起来，相同的赢家。我好像
哦，对，我记得我有写过，每次我写一个什么相同的哈，相同的赢家，好不好？相同的赢家，我这个也是写相同的，相同的资金出手了，安国，结果安国涨了138%啦，嘛是相同的，我还把它框起来，这个我也把它框起来。相同的赢家，二话不说进场扫货，这一支股票注意，明天应该是你最后的上车机会了。现在打电话进来，我电话，赶快来拿我这支，来电，各位啊，哪一天来电，来电体验我这支股票的神盾，我今天又跳空涨停板，把你锁在这个位置。162.5神盾第二，小心跟神盾一样突然跳空涨停板，打电话进来，各位一通电话，一通电话，哎，来在哪里？然后没有拿过来，没关系，不要紧，一通电话，这支股票就是你的，各位注意哦，注意哦。如果为了你拿到这支股票，明天自己哦，自己去哦，你懂我意思？如果涨停板，我说假设啦，涨停板的时候注意，看我的哦，你看我的就对了，你听懂我意思吗？你看我的就对了。这一支股票神盾今天跳空涨停板，各位，神盾第二。相同的赢家，我把它框起来，就跟当时我写相同的资金的安国狂飙了138%，各位，这一支股票相同的赢家，打电话进来，神盾第二来电，这支股票送给你，进广告。金融献瑞贺新春，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操盘战将，涨停喷射机这支股票，涨停板，明天再讲，低调一点，我不想说太多。
为什么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App，App， 各位，来电就有体验 App， 智源，智源，来电体验，金利科，来电，打电话进来，来拿我这支股票。打电话进来，来拿我这支股票，神盾，来电就有，让你体验。打电话，这支股票神盾第二，各位注意，今天跳空涨停板，下一棒轮到谁？如果哪一天。打电话，这次股票送给你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